你是故意在躲我吗？你冷静一点，你真别过！谁啊？2018年8月12日。 林朝夕，你好，我们很快就要见面了。你看，这是我，张荣平、裴芝，这俩人谁啊？你这照片不对啊！当然不对啊，因为这是我爸 P 的。你冷静一点，你真别动我！ 林朝夕，你来说，说话老是让你说话，让你说话，林朝夕，怎么了？你不舒服吗？林朝夕，林朝夕，林朝夕，这是干嘛呀？怎么了，林朝夕？ 你怎么能让他输这么近呢？真是，他现在只是一个初三的学生，你让他去学什么少年大学的数学班？他儿子本来就是数学天才吗？他是什么数学天才？你简短的描述一下刚才发生的情况。我这录着音呢，留个档。我跟我女儿正走着呢，就听到身后。 汽车声音特别大，幸亏我女儿反应快，拉了我一把，然后车就撞过去了。